记者曾德荣台北报道。陈怡蓉、温升豪曾配于及黄百钧等主演双城故事横跨台北、旧金山取景，剧情叙述从来没出过国的台湾女孩到美国追爱，以及在美国出生成长的华裔女孩回台寻根故事，成功行销全球190个国家，还登上包括加拿大、巴西、阿拉伯、日本及法国等多国媒体，连美国在台协会 AIT 都主动在官方粉丝页发文推荐曾佩瑜在剧中成功演绎华裔。他在受访时表示，拍摄当下就死命要求自己揣摩口音，角色也埋藏很多他个人对许多事情的看法。此外，他还和黄志伟有激情床戏，为了北部全裸上镜还特别剪脂3个月，算是用心良苦。美国在台协会也给予极高评价，并专门介绍继电影《疯狂亚洲富豪》大受好评之后，我们很高兴看到另一部描绘亚裔美国人生活的作品。双城故事横跨台北、旧金山取景。民视提供。双城故事横跨台北、旧金山取景。民视提供。双城故事横跨台北、旧金山取景。民视提供。美国在台协会 AIT 特别以专文推荐。民视提供。